他们也不错嘞哦，对，我不能聊天，嘴巴可以合起来吗？不，不，啊，碰了，好棒，你太高，什么？你说不能聊天哦，要转转，要转转，要转去哪里？要旋转转，因为它的那个，它的里面都是，你的肩膀会不会扭到？因为耸肩了，好僵硬哦。对啊，你还踮脚尖呢，我很好啊，你这个有可以，可以这样子啊，你就两只帮忙啊。 其实这个要注意一下油温哦，其实有时候做两卷也比较好顾哈。宝宝是做了三卷，你更不好顾。哎，这样宝宝就好吸。哎哎哎，很烫，放鞭炮。没事没事，小心哦。